小孩活泼内向都不好，妈妈被逼快疯掉。做计程车，他上车就会说：“嗨大哥，回家就每次都跟他练。”给你这个糖果，可不可以走？不行。然后我说：“那巧克力呢？”好，他说：“好可爱，我都可爱。”我女儿刚好跟他相反，看到波神，他就会要我抱。就像塞着，然后都不敢抬头起来看。这是顺其自然，就是你们两个交换小孩，我就会惜福了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三三频道。